生活在一起，睡在我们床上，所以像那种体内外驱虫啊，每个月按时的，还有每年的八合一跟狂犬病疫苗，那都一定有做好。对啊，这些做好之后，基本上就是跟宝宝在一起都没有什么问题。方面会特别花一些心思，但其他像我们喂奶的时候，有时候整个奶跟它中间夹了